社会这个很严重的重案哦，随机杀人案，台湾第一起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找到了阿善师来带大家来了解这随意杀人案的无差别待遇的杀人的状况。阿善师，你好，好久不见，你好，好久不见，巧遇啊，啊，巧遇，哎，可是世间你有探听，好像我会在这里运动的样子。是啊，刚刚看到你在那边散步，真是太……因为我平常退休就会在这里走一走，比较有多余的时间啊。台湾第一起的随机杀房东的案件，这个还蛮惊悚的，因为不知道这个人。嫌犯他为了要找租房子，因为他要工作找租房，竟然对房东下手，还追杀到房东的家人。他是一个出租的房子，好，就准备要出租，好，出租的房子，然后呢，死者就是房东，那房东我们就去了，哇，他被砍得很惨，他死在浴室的地方，然后呢，那个里面都是血，那浴缸的血都淹起来了，那身上都是血，脖子都快被砍断了，身上很多刀伤。这种无辜女童也会被砍成这样？现场我们发现有一种独立滴流的血迹。我心想这个歹徒受伤了。因为我们看得出来，你一个人杀在这边，哎，奇怪，怎么血迹会往外滴流？滴出去。滴出去，我说歹徒受伤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又。外勤侦查人员告诉还有一个现场，哎，我说干嘛，不是这里而已吗？对，他住的地方呢，妈妈跟儿子也被杀了，我心想干嘛，怎么会有这种妈妈儿子也被杀了，对，我觉得很纳闷，怎么可能。后来呢，我再派一组过去，凶嫌他受伤之后，然后呢，他不是看了房东的那个身份证吗？然后呢，他在打电话看那个房东的家里面有没有人，就打电话去的时候呢，房东太太还有小孩在家，那是太太接电话，接电话以后，然后那个凶手呢，他不是医院缝合完吗？他就问跟那个打电话给那个房东太太，那时候房东死掉了，房东太太不知道，对，已经死掉了。房东太太说，哎，我是刚刚要看房子的房客，对，哦，然后房东他说我们要到家里面签约，哦，然后那个地址呢，他有跟我讲，我忘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骗他，他再拿出榔头，然后他在门打几下，最后刀子拿出来就砍，哇塞，这种模式就跟房东一模一样，儿子冲出来要救妈妈，妈妈在呼救了，对，所以呢就开始真打斗，开始打斗啊，打斗以后呢，因为凶手有刀子有榔头啊，而且身体很魁梧啊，妈妈就抓住那个凶嫌，叫儿子你赶快跑去求救，儿子你赶快跑去求救，所以儿子就趁缝隙的地方就冲下，妈妈就抓着凶手。哇，那妈妈有活吗？妈妈后来因为凶手看到儿子跑了，妈妈抓住他嘛，他就妈妈再能砍几下，妈妈最后倒下来，他再冲下去，所以呢后来妈妈有救活了，受伤非常严重，投靠哥哥，站住哥哥小西街的地方，去医院要就医，就医的时候呢，结果被害人那个儿子就在旁边急救啊，就医生呢，另外一个急诊医生看他手，哎，一看记录，你早上不是来过了吗？对，你怎么这一次再来呢？他就支支吾吾的，然后呢，那个医生一看，这是好像刀伤嘛，刀伤，他觉得怪怪的，对。然后呢，那个凶手就那不要医了，准备匆忙要离开的时候，医生准备要报警，报警，结果呢，那个凶手那算了，就随便弄一弄，他就要走了，匆忙要走了。刚好有一个记者，某一报的记者在旁边采访新闻，后来他觉得说这个人外形等等跟。他们就是得到的讯息很像，然后呢手受伤的迹象啊，那个身材啊等等很像，所以就在这个人医生在准备进一步查证的时候呢，他就匆忙的就要离开，离开的时候呢，那个记者就尾随，到外面的时候他想糟糕了，他在打电话给警察也来不及，一看他身体很垮，他又不敢去抓他，所以呢刚好这个时候有警察过来，警察可能要来问那个儿子，儿子受伤嘛，问儿子一切，刚好警察过来，后来记者就抓着这个警察，你把这个人拦下，这个人绝对有问题，就这样破案了，结果呢警察过去，警察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枪拿出来，你不要动，
对，他就两手，那个凶手就两手举起，你干了什么事？对，他说我就杀了人，哦、就这案子就这样破了。就是不是人。你把我们弄得家破人亡，那怎么办？现在要怎么办？对不起。列出来之后呢，他准备一个一个狙杀他。天哪！结果房东倒霉，他是第四个。第四个。前面有三个，一个是电话不通，一个是房子租出去的，一个怎么样？幸运逃脱的，对对对，那个死者是很倒霉，他是第四。这个是泯灭人性，而当时呢，这位嫌犯说他看了这个漫画，上面写说哦，可以杀人改运，这绝对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漫画公司事后赶快跑出来讲说，我们没有这种情节哈，没有哈，是完全是他自己幻想的。好，那这个是台湾第一起随机杀人案，因为刚刚有这个粉丝在问说。随机杀人不是正杰吗？哦，正杰是现代哦。那这种事情呢，真的是揭露出来，让大家提醒，让大家知道一下哦。老师，这个你这边所看，老师在德国念书所看到的，200年前就已经有类似这样的案件，而且写成书，到现在还适用啊。其实，在这个英国这个捷克开膛手，嗯，那德国呢，在费尔巴哈，在这个200年前呢，他就写了这个。奇特的这个犯罪人、哦、那就有提到这些16个故事，如何狠心怎么样，然后杀人、啊、那很残酷的手法是、啊、所以到现在、哦、德国的书这个还在卖、啊、所以你看200年前的书200年还在卖、啊、那我们刚刚看那个影片、啊、其实很重要，就是出现天使记者、那他其实有魔鬼名单、啊、魔鬼名单有第四个魔鬼名单，第五个魔鬼名单，对，就是说要害人的他有一个魔鬼名单，但是其实有天使，你看他天使呢去跟警察讲，警察呢就拿枪去抓到那个，对，然后要把他照片拍出来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天使记者很重要，还有这个你的节目也很重要，天使主持的，谢谢，还有大家重要，大家也很重要、哦。旺旺水神抗菌液，它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消，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没有疑虑的，可以上快点购。还有这边呢有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 我辣气，可以享有折扣优惠，请大家好好把握喽。